男生最厌烦的四种女生发型，女生团觉得美爆了。别傻了丫头，俗话说的好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除了平常大家的穿衣风格要好的搭配以外，发型也是很重要的加分项。有一个好的发型，对于人的整体那可是相当重要的。你是否了解男孩子和女孩子眼中的不一样的发型？不一样的造型是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的。虽然说黑长直确实在很多男孩子心目之中是属于女神的标配发型，但是就算是你的头发又黑又长又直，如果不干净反而有一种很邋遢的感觉，油腻腻的，超级的难看。大家走在街上总是能够看到有很多女孩子都是留着刘海的，这几年流行的空气刘海异常的受大家的关注，那薄薄的空气刘海是那么的俏皮而且懵懂，让我不禁想起了之前的死亡后刘海，很多的女孩子都接触过吧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相当无语，而且男孩子也不喜欢这种厚厚的死亡式的刘海，就算是你的整体五官十分的精致，但是弄上这样的发型也是土到掉渣。所以说女孩子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。